哎，佩芝啊，周末要到了，我们来看看美国有什么最新的电影好吗？好啊，我们就是来看看热映电影《班级舞会》（Prom）。我们先去欣赏影片中不同风格的青春歌舞以及班级舞会给青少年带来的美妙和兴奋吧。You know, you could go. Ask somebody. Oh, sure. Let me just pick a cheerleader from my speed dial. 这是一个火热的季节，这是一个浪漫的季节。Don't jinx it. 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季节，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季节。Do you have a minute about prom? You want to... Carpool.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将会用怎样的激情和故事铭记这个青春年代的特殊时刻？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毕业舞会感到兴奋，他们终于可以借机释放心底的秘密。心中有意的少男少女可以向彼此敞开心扉，焦点女孩正为接受谁的邀请而陷入两难。Prom. 每个人都想成为舞会上的亮点。But prom's really just for us. 每对舞伴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故事。It's just prom. Prom happens to be fun. 在这个令人期待和着迷的夜晚。Oh my god. 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迎来了他们高中时代最后的狂欢。好，给大家介绍的第二部电影是《玩命关头五》（Fast Five）。这集除了 Vin Diesel 和 Paul Walker 率领《玩命关头四》的原班创作人马，动作巨星巨石强森也加盟主演。故事场景搬到巴西，并继续延续这一系列电影的惊险特色。影片一上映就受到影迷的青睐，夺得北美票房冠军。这一集躲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布莱恩和蜜雅以及藏匿在不同角落的其他成员再次汇聚。So I see you've all met. 为了抢到巨额现金，他们决定铤而走险干最后一票。Drag u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Cause we got a job. 尽管有成员认为闯入警察局的任务有些荒唐，但没有人能够抗拒$10,000,000现金的诱惑。We're talking about breaking into a police station. This is crazy. This is $100,000,000. You say what?I'm down. 为抢走$10,000,000现金，多米尼克和布莱恩组成了一个精英赛车团队。Running ain't freedom. 他们必须先除掉贪污腐败的生意人瑞斯。过程中，一个神秘第三方的卷入，让事态进展更加扑朔迷离，难以预料。Doesn't change a thing. 与此同时，声名显赫的 FBI 探员洛克哈柏对抓捕多米尼克和布莱恩依然执着坚定。Escape prison twice. We find them, we take them as a team, and we bring them back. And above all else, we don't ever, ever let them get in the cars. 他带领尖兵小组周密部署，全副武装，却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精心策划的追捕中惨败。We just wen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ost wanted list to the very top. 被彻底激怒的洛克哈柏决定布下天罗地网，对他们进行围捕。Sooner or later, we're gonna end up behind bars or buried in the ditch somewhere. 一场惊心动魄的汽车大战上演了。你是《玩命关头》系列剧的粉丝，不难发现，在最新上映的续集五中，前面四集的主演几乎无一例外参与了新剧的拍摄。而对于华裔导演林奕彬来说，这已经是他执导的该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了。我意识到很多人看到这个系列的第一部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我感觉这个系列的粉丝可以分为两代人，所以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家庭，一个系列的故事，我们应该把每一集的每一位主要演员都请回来，这样才最理想。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他们都在这一集里汇集。据悉，在拍摄手法方面，这部戏较前几部更加惊险真实。影片中80%的追车戏均为实景拍摄，其中光是在里约大街上的警匪追车戏就动用了超过50辆警车。美国华统记者袁泉的报道。